我不想活了，你。。最怕发生的事儿，还是发生了。我最不想看见的，终于还是看见了。你真傻呀，老三，把我给丢了。你再也得不到我了。从小学到现在，一共34年了。咱俩结婚也有8年了。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从现在开始，就当咱俩没认识过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，啊？怎么了？我就是特别疼，算我的了。来来来，抱住我，抱住脖子。哎。我能感觉到我脑子里那东西在长大，医生说渐渐的就会压迫运动神经，先是摔跤，到最后就不能走路了。儿，我害怕。都想清楚了，用不用再给你们调解一下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您呢？不用了。
财产上都协商好了吗？没问题。名下有套新房，11月份交房，归他了。我不要。不是都商量好了吗？我还是想干干净净的，不像以后的生活里的有你的任何痕迹。要不，你们回去再商量商量。不用了，麻烦您改正吧，我下午还得上班呢。您还有什么意见？没了。那就给你们办了啊。再见。这事儿没跟家里人说，小薇的事儿已经让他们够闹心的了，我不想老人再有什么精神负担。我也没跟爸妈说，过一段时间再说吧。那就好。还有事儿吗？说对不起。我想说谢谢你。把这个捣鼓出来干嘛呀？我把它修好了，再刷遍油漆，咱们孙子就能用了。我这费那劲呢，买一新的不结了？新的哪有我做的结实？是，孩子给他们送回去了。我都不敢跟那多待，瞅着儿媳妇那小脸瘦的呀，我就想哭。甭跟这儿哭，人还没走呢。这儿子什么命啊！你说他刚有了孩子了，这媳妇怎么又没了？怎么这么苦啊？这命！你懂什么呀？哪个老爷们娶上这样的媳妇啊，都是上辈子修来的。那是老二的造化啊！好好烫烫休息，怎么
怎么又鼓捣这些？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这底下这一溜是孩子春夏的，上边一溜呢是秋冬的，从左到右是咱孩子一岁、两岁、三岁、四岁的衣服。要是孩子长得太快了，你就给他穿大一岁的，知道吗？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都记着了，说好几遍了。没说完呢。对了，这些呢，是咱家的卡。你看，这是煤气卡、水卡、电卡，这些呢是银行卡。交通银行放的是咱儿子，托儿所还有上学的学费。招商银行呢是家里的生活费，家里大钱都放工行了啊。所有的密码都是你生日，你记好了，别弄混了。剩下这些是，家居啊，还有你洗衣卡、洗鞋卡。别说。